尽管高雄天气仍不稳定，却阻挡不了高雄瓷器志工跟社区民众木心磨爱。大家不分你我，只要有时间，无论是一个小时，或者是一天，或者是半天，只要有时间能够来付出的话，大家都很乐意的一个投入。猴头菇超过2000斤哈，也非常感恩。那这一次的金额，我们会做全球共善哈。来到这里，不分你我，任何工作都要做，一人得分好几个角色。做不赢的，但是不赢了，就发力冲万。有人刚打完疫苗，坚持来尽分心力。我去做 A 剂啦，吼，啊，然后我自己又有那个梅尼尔氏症啦，吼，啊，不过我想着讲吼，我的师姐甲我讲吼。 这个做猴头菇吼，它是义卖吼，社工我就当来做安尼啦。疫情尚未结束，志工不间断付出，募集大家的善念，用行动做好，请您防疫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陈秋莹、吴宏毅、于永元高雄报道。